自于六年级的同学，今天来到班上主要是要推广舞。首先要与大家分享一个有关舞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做《阿奇的许愿舞》。下面是大一点的牛猪，他们总是嘲笑埃及假的兽神，不过那是因为他们嫉妒住在对岸的其他动物。每一年人生的时候，鼓声又再次大声地响遍了大草原。现在美丽的花纹、鼻子、脖子又出现在这里。是哪一种动物？这个叉叉是敲打鼓的正中央，那两个叉一个三角形是。给他们三个掌声鼓励一下吧。